再来看桃园复兴新兴部落唯一的另外道路，嘛因为崩山中断，佮加上熄灯哦，有34个民众是掉伫山区。另外伫新店苏马克斯，嘛有150个民众哦，目前因的食食佮有一挂药啊，拢伫要无路。今仔早起嘛赶紧空投物资佮药啊。空军总队直升机、几台飞机拢载物资完成空投任务。空雷风台侵袭台湾，造成桃园复兴山区受灾正严重。新兴部落由于对外路未通，而且阁停电，34位民众未输敢那生活伫咧孤岛。区公所赶紧要求协助，空军总队先空投物资，路伫咧礼拜日尾暗也暂时畅通，会当运送生活物资。里面目前还断电断水，因路程比较危险，小朋友也都还没有到学校去就读。那复兴区目前停电的户数啊，大概降到只大概差不多是200户左右啊，比先前的上千户已经少很多了。所以我想桥已经抢通了，以后这个进度会加快。虽然对外这条路暂时抢通，也不过惊讲路基还阁无啥稳定。伫最近一礼拜，依然限制一般车袂当出入，只个呾开放以四轮传动的车会当出门去买生活用品。台电也赶紧入去部落内面抢修。刚刚受到风台大雨影响的，还阁有新竹的司马库斯，因为真侪所在路崩山，车无法度过，变作国道，也派直升机空投救援物资。其中包括了8.1公斤的药品，还有面条、米、口粮、罐头，这些泡面，以及鸡肉、猪肉、鸭肉等等，以及还有小孩子使用的尿布、奶粉等。芝麻库斯差不多一个150位居民，芝麻欠食也欠药啊，最差第一遍去买空投，因为山区大瀑布无法度接平，计当工一个杯，总共杯3袋水，到1.5吨的物资，包括8.1公斤的药啊。目前已经顺利完成运送任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